瑰花枯萎了怎么救活？如果是盆栽的玫瑰花枯萎，就要给它浇透水，补充一些水分。不过枯萎的花朵要剪除，如果枝芽过于繁密也剪掉一些，然后置于阴凉通风处，一周后再拿出来晒太阳。其次，玫瑰花适合生长在温暖一点的环境中，还可以在玫瑰花生长的地方加一些玫瑰花生长所需要的营养元素。最后，肥料是玫瑰花生长的必备因素，施肥得当可以使玫瑰花枝繁叶茂，花多的香味更加浓郁，但是是在它的生长旺盛期。